怎么打出去？这是东西啦？十斤白蛤。嗯。我意思五斤大米。你猜猜看多少钞票啦？多少钞票？才这个数。二十。嗯。什么二十啦？两百。你当是白蛤是白菜锅啊？好嘞好嘞，姐妹不不请客，一起打两圈。啊！看看看看。啊？这干两只好啊？哦，这怎么？你总是冰吗？称一下。一百五十六克，两千多眼。刚刚不是个脾气的吗？那侬身上有点米呀？搿米也几多滴哦？老师，是2022年10月1号。搿我说够激动了嘛？哟，我去过来。好了好了，嫂子，别去说了，卖给我好了。我正好要做水磨年糕，年糕做好以后，白馅炒年糕给你们吃。好，婆婆别难过了。别难过了，我米去泡一下，先去冰箱冰一下啊。因为我们磨清洗一下，等一下磨年糕粉，好吧？啊，年糕你要吃吗？是啊。你泡的差不多了，开始磨米粉。妈妈的麒麟臂练出来了。五斤米磨出来的全部年糕粉，铺个布过滤沉淀。石磨磨的年糕呢，粉会比较粗一点，把它打个结，压一下。5斤米裂开就这么点米粉，把米团弄松一点，把这个扎起来，防止水气。盖锅蒸20分钟左右。好烫啊！有没有小时候偷吃年糕糖的经历？找不到石锤了，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砸。娜娜，老李。我都不太出去了，养老子偏不耐包，不推不给不上当，不推不给。哎呀！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年糕，样子不是特别好看，但吃起来很软糯。正宗的水磨年糕，切一下年糕，洗一下年糕，把馅烧出来，然后差不多把它捞起。锅里剩点油，葱姜蒜，酱油，油，少许蚝油，倒入白馅。沸之后放入自制水磨年糕，有一点黏，烧开。快要饿扁了。老子来，快点，赶紧。好吃吗？下去各道菜了，200块了，鱼上去。对，这个米快过期了。好了，赶紧吃。我做的年糕不好吃吗？难道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哎，娜娜。嗯。跟米勾结了，配中间年糕费勾结了。